到世界赛，当然是很开心，可以再挑战这个舞台。提早来欧洲集训就感觉是挺不错的，因为离那么远地方比赛的话，如果太晚到这些国家的话，可能发生很多不适应，所以我们提早到的话，感觉现在大家适应的不错，然后训练状况也还可以。这几天就是安排团练比较多，因为这边欧美国家安排团练的方式其实是跟我们亚洲地方安排团练方式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可能上午三场，下午晚上三场，他们这边可是一次五场，然后就是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所以这算是我们比较感觉不习惯的地方，然后收练可相对是比较少一点。D 组的话就可能就是有 NA 的第一号种子 TL 嘛，然后大家可能就拿他跟其他的赛区第一种子比，可能觉得就是没那么强，但是我觉得他毕竟还是第一种子，所以还是很厉害的。然后 IG 的话，他也是去年世界冠军，所以一定也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剩下最有机会进来的队伍是 DWG， 然后据我个人所知，他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一组会稍微辛苦一点。预想的话，其实我最近观察他比赛，他都是用一些比较发育为主的英雄去打比赛，然后都是用切到这个符文嘛，所以我希望的话，我自己也是用发育为主的角色，然后我也带切到符文，跟他看谁运气比较好，比较多钱。这部分压力其实是还好啦，因为其实也当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所以是没什么压力，然后就希望可以用这个身份去带领队伍拿下更多胜利。个人目标，当然是希望可以达到比以往够还要好的成绩，因为自己在觉得自己最巅峰的时候，当然就只有16强而已，所以我觉得希望这次可以再突破自我，就是超越8强，甚至可以拿到冠军。就是希望这次比赛大家可以为我们好好加油，就是相信 HU 可以拿下胜利，然后拿下更好的成绩。